嗨，大家早安。我今天要出来跟我朋友见面，然后因为他们有一些不住高雄，所以我觉得蛮难得的。然后我现在要去跟他们会合，拜拜。天花板很漂亮，现在要上去跟他们会合。到了五楼啦，他们在哪里呢？你在哪里？你不认得我们对不对？不认得我们对不对？你不要吵，我找到你们了。等一下，那人数都到齐了吗？还没耶，没关系，可以先进去。好。我告诉你，我对你无话可说。那我已经飞了一段时间，有一次又跟别的同学出去飞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小慧，这个是小 C 飞的。”然后就说：“嗯，啊，是吗？真的吗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真的，你没看？”然后我就很认真看了一个包包，我说：“真的。”聊天的内容太无聊了，我要先卡掉哦。是最想的，喜欢吗？要拜了吗？没有哎，你可以去问他有没有拜。同学看得如何啊？同学，不错。今天钱有带够吗？今天钱还可以的。你那么有钱，但是还可以用啊？还付得起是不是？还付得起，还负担得起，还负担得起。我看到你背包有一只很可爱，这是什么？是老虎。它是老虎？对啊，是老虎。这个脸怎么可以这么呆滞啊？很可爱。我要买它的贴纸。是你的商品都还，你的那个穿搭跟那个东西都蛮日系的。谢谢。手是很那种 check it out 的 check it out 的帅一下哈哈哈哈开哦现在就要开了吗？我们要问你啊，他还没刚刚没嫌，他刚刚没嫌小包就装了也没什么东西。小包来我们开了，现在猜好紧张哦。那你回去猜，现在猜哦。现在猜吗？我回去猜啦，回去猜。好好好好，我想让你们知道福袋。大家一样算一样也不太一样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包到底能放得下吗？没有，是 GoPro 的那个电池充电器。酷啊！我也很少搭直线的，我就连轻轨也很少在搭。高雄人还是要骑机车啊，比较方便。对啊，时不时就来一个那个有没有高雄市的左转，就很常会有那种机车骑士，然后就是我自己在那种比较乡下的地方也是会会对不对？会。你在嘉义也会吧？那嘉义不行，嘉义不敢。警察会抓。因为车其实蛮多的。我们也不是说，不是说高雄的警察就不抓、啊，我们会看有没有警察。不太会，但除非真的是走他很乡下的那种，然后真的没有什么人，他会直接转过去，或是没有他不要，他没有慢慢转，就会。哦。有石头啊，对，我也会看有没有花格子。对，因为就想他都没有画了。
现在好像把标准讲的很假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疫情的关系，没有昨天才去瑞丰哎，还有你应该要去瑞丰啊。对啊，后来回来工作要去瑞丰。对，我就想我们大学最常去瑞丰，他竟然没有去。很多人欸，很多人啊，对啊，瑞丰一直都很多，我这去敢发了，可以啊，我没有阻挡，我在你后面。导游，我们第一站去哪里？我们去买饮料。好，先买饮料。刚刚有吃冰哦，现在还要吃。刚刚就想说说就回好吃一直吃哦。是哦。我要一杯蒙古鲜奶茶。坐车去，我是骑车去、欸，是开车过去啊。我都从小港那边绕过去。对对对对，是从凤山那边。对对对对，那个地下那个地方。对对，那个旁边很多货柜。哎、欸，那里的路有点复杂。啊？我觉得那里的路有点复杂，因为是我开车。哦，其实是坐车去。钓鱼很厉害，一样没有耐心啊！对，完全没有说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今天要来这里啊，我不知道，我是今天才知道。我如果知道的话，我会说 no， no， no。哦，天气也太好了吧！他怎么知道？你今天要不要请强盗？自己做强盗，请强盗，强盗。要不要请强盗？阿姨要不要帮你叫计程车？我跟你说，我是给你请到强盗，他不会让你申请过，他不会让你申请过啊！你说要把六分钟走，你说我的心一定六十五，对。我们去上面，好，今天假日很多人哦。废话。走这边吗？这边吗？这边可以上去。好，下次。海景第一线。哇！今天天气超好的。线右边是海，左边是城市。我们去踏沙，去哪？去沙滩那边。快了吗？哎，所以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是这真的假的？买这个不知道。你买这多少？我这个你知道，就是那个配那个生命灵数，它配这个2000块，贵哦。生命灵数，我买这一串才300。这是那这个哎，这很便宜耶。对啊，因为是边料啊。边条是？就是它边角料，就是没有那么透。边角料。对，边角料。对，边角料。对，边角料。那个就边角料啊，这有点太贵了。昂贵的边角料。那个吧，犯罪情情节重大，重大你就可以吃了。我每天都要去，我每天要去，我每次还是会一起。
就是被诈骗的基因还蛮多的这样。你有看他想吃的吗？特别咸。你想吃饱的话，你可以吃九号餐，九号餐超饱。五号跟九号都很饱。四号跟九号。哦，好，那我选。我有时候会吃一号。哦，一号感觉也不错。然后我会加这个地瓜薯条。哦，面线根蛮贵的，可是甜的。面线根对。